Hi everybody！ 有维生素 B， 很多人都知道维生素 B 的好处，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维生素到底怎么吃，什么时候吃才能发挥价值。维生素就不要在晚上吃，早上吃是补充维生素的黄金时间。这里边的 B1、B2 能够帮助你消耗更多的热量和脂肪。吃上三个月之后，你就会发现周围的人都会羡慕你的体态。另外，这里面的维生素 C 和牛磺酸呢，也特别适合身体容易感到累的人。每天一片，一整天你都元气满满。